切都没概念，记得七年级的世界就在眼前。救命啊！回家了。今天的环节就是屡教死结束了，拜拜。牵绳子的，我怕我走丢，你这样牵着我。你看那小朋友手上都牵都有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给我整一个。今天的环球之旅开始了，人太多了，我还特意挑了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来。这是在排队吗？对，我的个哇！两次不扣安全带就扣两分。开车接电话扣几分？开车接电话，两分三分。我觉得开车接电话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就是说开车怎么能接电话呢？开车当然要安全驾驶，你知道吗？开车接电话这种事情，开车接电话，我觉得就是说。是违章行为，知道吧？违章行为他扣多少分？违章行为一次是要扣三分的，罚款200元。嗯，对，开车接电话一次扣三分，扣200元。你刚刚在忙碌什么呢？这个聊工作呢。在高速上能见度50米的情况下，能见度50米的情况下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能见度50米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还那个开车呢？直接就回家呀，要开启能见度小于50米的话，我要开启那个路光灯、近光灯。那个低于50米，车速不能超过20公里一小时，就是避免视野不足。你要不要试试语音识别？快一点，说吧，简单点。吊销驾驶证后几年内不得报考？2年内。错，2年。我说的是酒驾。对，酒驾5年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吊销驾驶证啊？怎么了？受伤了？说的对的，好吧。交通肇
是逃逸的，几年内不能报考。逃逸的永远。对。简单吗？简单。就是常识好吗？高速上能见度200米的情况下，车速应该多少？车速，10公里/小时。高速啊，40公里/小时，是吗？不对，60公里。车距呢？保持在多少米？200米。100米。我保持200米，对的呀。我保持远一点，我保持远一点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离别人远一点，我怕别人撞到别人啊。我实习的，怎么了？下次我来这儿是不是得背完科目一呢？下次是不是给我发试卷了？让我当场考科目一，真有意思呢！你们这些人。来消神，在哪了？这个，抓不到。集体有预感了，可以抓起来了。这次又有预感，又可以抓起来了。这感觉有时候有一些骗子。前面全部擦掉。这次有预感了，可以抓起来了。可以抓钱了！哎呀，这次有预感了！大家小时候玩过这个吗？就是拍手的，还有牛仔的，还有那个拍小蜜蜂。我小时候经常玩这个，来试一次。嘲笑我！哇！破德五没看见没？太厉害了呀！这个玩过吗？就你们俩。哎，两个。打不动。